这会儿的百合才是真正百合的口感。今天给大家做一道非常不一样的酒店菜，叫秋天里的野百合。百合大家平时呢都是熬银耳羹或者是清炒，但是今天这个口感你一定没吃过。洗干净，然后放到蒸锅里面蒸15到20分钟，蒸了15分钟。大家看一看啊，这会儿的百合才是真正百合的口感。为什么这么讲？软糯香甜，百合一定不能吃脆，一定是吃这种口感。我们这边做一个玻璃芡，清水加糖，少许盐，浇到百合上面，让它更加的透亮。勾这种玻璃芡啊，这个一定要靠谱。什么叫靠谱？芡要靠谱，不能稠了也不能稀了。然后勾的时候关火，不让它有气泡。看，让它稍微的有一点稠度即可。看，百合瞬间啊亮起来了。教你亮，教你把菜亮起来。